叫我来干嘛？不错不错，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洗个热水澡了。只要再来点玫瑰花瓣，加点精油沐浴露，就更完美了。 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想到小时候我哥哥为了哄我一个人洗澡，就在浴盆里放上小鸭子。玩具鸭子。 不是真鸭子，不喜欢。哎，不要变走了，你看它多可爱啊！养着吧。随便你，我出去办点事。